一番非常感人肺腑的发言，八周年，爱了他八年，那就让他站在他的身边。来，我们一起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来，面对镜头，比一个心啊，三二一 ，OK。那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爱着 EDG， 爱着 Miko，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互相鼓励，越走越远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粉丝朋友，可以下台稍微休息 ，OK。